大片墓园改建而成的学校，是否因此蒙上邪恶的诅咒？感情得不到认同的女学生，愤而穿上红衣红鞋上吊自杀，要变成索命厉鬼，即将在校园内展开一场腥风血雨。宪兵们不畏凶狠的红衣女鬼再次到访，为的是希望解开红衣女鬼长久扭曲的怨念。特别的是，这次的搜索过程由老师全程陪同，以免宪兵再次受伤。虽然有老师出马，并且成功的与红衣女鬼面对面沟通，但好不容易被释放出的女鬼，是否真能就此放下怨念，接受老师的劝导？还是会固执地继续游荡在校园中，日复一日。宪兵们再次前往探索，这次可以顺利突破红衣女鬼的心防吗？还是会无功而返呢？宪兵会不会因此遭遇到更大的危机，反遭女鬼侠怨报复呢？请继续收看更精彩的校园厉鬼与前所未有的灵学实验。在我们台湾算第三所学校蛮恐怖的一个鬼屋哈。或者是女的会跟着割腕，或者在树上上吊。快快快，站住！我刚刚看到人影在那上面跑，那个讲台。站！没有了，我听通知。是你，你也不敢讲。撤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在我们台湾算第三所学校蛮恐怖的一个鬼屋哈，这里面应该跟学生这些有关系。那我刚刚进来这个地方哈，这整个地的磁场都是绿色的一种光啊，它整个是整片是这样埋上去的。那我老师一直怀疑这个地以前哈应该是个墓地，那当初他们在盖的时候哈，下面的那些坟墓什么没有处理干净，结果引来学校盖好以后会发生一些灵异事件，那或许说在学校的宿舍里面会发生一些鬼魅魍魉啊，譬如说在睡觉的时候，他可能会拉他的脚，或者说扯他的衣服，或者说有的学生睡觉以后，然后90度把他帮他旋转，或者把学生踢到床下去，这种都是有可能。一般在我们台湾啊，所有的不管是大楼，很多的大楼也是这个样子。只要它原本是墓地的话，你要把它改建，你要用特殊方法。那你如果没有把它弄处理干净的话，你直接盖学校或盖房子、盖洋宅的话，那一定会有一些非常灵异事件，啊，会让这些住户，然后他会吓你们，吓到你们全部搬走以后，这个空间还是他们，因为原本这个房子是我的，你们不能来打扰我。那我们现在进去看看到底之前。他们这些小女生来这边以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哈？那有一些女孩子就是来尖兵，这些尖兵来，然后有被附身，然后身体可能回去以后会有发生一些状况啊，譬如说鬼上身这种。那我们进去看看到底上次他们发生的状况，这个女孩子是不是冤魂还留在这边？那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下。你看他这整片哈。整片他房子盖在那个地方，他这个中正堂纪念堂在那个地方哈，他门口是直接冲一个圆环，然后这一个地方一个圆，一般我们说大了，这栋纪念堂大楼全面那个圆环，还有他大门直接是冲煞进来，所以他这个有一个叫我们所谓的空王煞，那空王煞他一进来会引起很多的在里面学生啊，会引起一些口舌是非或者是感情，为了三角恋爱那种感情世界会有一种。自杀的念头哈。看完了学校外观，现在马上来看看学校内部。这个现在目前我老是看到这个纪念堂正里面，我已经走到这边开始头发麻了。
现在已经有点头发嘛，而且在他里面，他里面那个舞台那边有站个四五个人在那边，两个是欧巴桑，那一个是老先生，还有一个是年轻的。他这已经是一个阴地了哈，你看他这一个地方，他这个中正堂在盖这样子，像不像一个棺材？一个棺材，然后向外面他要抬出去，而且他外面那个门哈，他的门刚好开三个门，那他中门前面还有一根大柱子，我们讲那个电线杆，这好像说人要抬棺材要把它抬出去，所以他这个结构一弄这样子，这边一定会很不平安的。你像门，像那个门的旁边有没有？门的旁边那边就有躲三四个，而且这个地方很容易发生火灾，有火灾的状况，因为它这个叫三角形。我一般讲三角形的属于，我们说属于火，以鲁班学叫属火，所以它这流年一进来，它一定会有一些火灾，或者说它没在这边会有一些流浪汉来这里哈居住，然后一些小孩子会来玩。真的火灾了，前面有火，这应该这个火灾应该是最近才有的，这一定有人故意纵火在这边玩，故意纵火，而且他这种磁场，这种阳宅学，一定都会影响到这种。你看所有的学校，你看他把它弄得很长了，尤其在前面看到那个景象。有两个，这个它这个井把它开这里，这非常会泛阴的，这样盖起来像不像一个坟墓，一个墓园呢？而且它这个墓园，它当初它盖这个的时候，刚好形成这边以前哈应该有二十几个墓在这个地方，好，它盖这个的时候应该。盖的人会有受到一些影响，对墓地的影响。看他这样盖这种方式，像不像我们那个坟墓？哦，然后他这里如果是水池的话，更容易招阴。这是榕树，你看这个树叶，整个是硬着，阳光照射不进来的话，它是引起阴气会很重。这个房子没有用特殊的方式，这个学校啊没有用特殊方式，要小心一件事情。会引来外地的人来这边玩，或者一些感情以上三角恋爱的人会来这边吵架，然后在这边想不开自杀，或者男的会把女的杀掉，或者是女的会在这边割腕，或者在树上上吊自杀，所以要特别注意。究竟这里发生过什么样的爱恨情仇，让红衣女鬼徘徊在此，久久不肯离去？自古多情空余恨，何况是涉世未深的单纯学生，若非受到不平等待遇，又怎么会反将怒气发泄于校园之中呢？是否正如老师所说，因建造学校时并没有安顿好墓地上的鬼魂，导致后来学校的风风雨雨纠纷不断？除了学生感情事件外，学校刚刚落成不久，却也传出众多怪异事件，天灾人祸不断，校方为停止这样的事件，请来风水大师重新勘验，大量种上树木，更改过大部分的学校风水，怪异事件才平息不少。刚看到一个女孩子，从我们刚在那边讲的时候，一个女孩子从这边，从这个门然后渗透进去，我进去看看。带头，这个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女人进来。他告诉我他是这外面进来这个空间的，他说最凶的是在另外一个六角房子里面，他等一下带我们过去看。像带走。现在老师由五主游魂带路前往煞气较重的地方。行，文化书宅处不得呛逢。使用刑。
果然，聚集于礼堂中的灵体为数众多，见到老师便纷纷走避。那崩坏书展处，竟敢刁乱，有何冤情？是。是，受你开告。是。你何烈的家？是。进京。那个查某囡仔有来这麻烦着恁，所以你予其中一个负心的人艰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你？不是，是不是那个二楼对遐自杀的迄个冠文也搁伫遮？是。这较早是啥物所在？墓地哦。啊，为什么这墓地是不是当初无人迁了好？是不是？下骹还佫穿袂穿下骨头？是这栋吗？是。这拢总有偌济人？几千个哦，当初去的时候有来恁做超度无？刷位的时候有来恁做超度无？无哦，有的是空的吗？无主的，按送去倒，凊彩拼拼的，是不是？好，等一下有一挂。征兵下来吼，不得对因吼无礼吼，本法师会烧金银财宝给恁，不得扰乱，这为社会公益吼，发觉吼才用用的，也互恁较清吼，所以有来访者，你袂使对因无礼。这，本法师会烧金银财宝，安得恁心？暂退，退。这时，老师又发现了另一个灵体，这个灵体并大胆向老师挑衅。陆云文，不走！这灵体一个一个被老师召唤而来，现在被召唤来的灵体似乎有更大的冤屈，对老师反而是加以抵抗，老师必须用令旗才能加以收服。有何冤情？说。当初自杀那个小女子，外口还有一个吗？警察来在处，撤！撤！老师这时已将另一名灵体收服，正在仔细聆听这名灵体有何冤屈。想要回去住吗？你知影迄个查某叫啥物名无？迄个小女生，是，是不是伊伫遐唔敢讲？
椅子竟然应声而起，老师接二连三不断发现新的灵体。在这个空间当中，究竟存有多少无辜的灵体呢？串两个都过来，过不得无礼哦，本法师把你打了三魂七魄打掉哦。自己想不开还要拖累人家，自己看怎么办。起来，不用跪了。这么小就想不开，一点小感情挫折你就这样子。来，告诉我你是什么名字，大声一点，写在地上给我看。这名灵体似乎有抗拒之意，不愿将自己的真实身份说出，老师必须再次表明来意，灵体才肯透露自己的身份。说，姓甄，第二字哪一个碗？女，宝盖，铜碗炉的碗。第三个字，说。恩惠的惠。住哪里？大声一点。板桥。当初你在这边过往的时候，应该有法师带领你回家，为什么你回不了家？是不是？好，本法师但到外面去，先暂时啊拿金银财宝，可是等一下会把你刚刚讲的话，要有一些尖兵来，你再好好告诉他们，随我去外面啊拿金银财宝。撤撤，两位进五灵级的。尖兵在鬼影床床的校园内再次搜索，这一次又会碰上什么出人意料的状况呢？广告之后马上为您解开。